后面我们。失智的老人，让他们最后能过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整个的流程，各位手上可能有这个节目单，由郎雄先生、朱磊先生、关毅女士他们追念孟元先生的生前逝者，也有更新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曾瑞兴医师的专题演讲，认识失智症，还有先生来讲他的生平事迹。以前我们请各位打开你们手中的粉红色的歌单，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天主必看顾你》，这是孟元先生生前最喜爱的一首歌。一家一方
然后他从青岛就参加海军，到了左营，因为那时候很寂寞，心灵啊真的很寂寞，因为都年轻的时候，他又听不懂台语，那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左营有一个教堂叫天主教堂，叫德勒萨堂，我记着那个段神父在那里，他又在段神父那里接受天主教的洗礼。那么有一次也就在这里参加一种弥撒，我看得很紧张，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习惯天主教这种，他说我习惯这个一人团契的，我说你就到一人团契去，因为恭敬上帝是没有宗教的，没有宗教差别，只是在你的心是不是追求上帝。我说别摆平，用运动，一面运一面叹气，啊，看起来好像很小气，其实他很珍惜，赚钱不容易。他有时候吃个馒头，吃一个大头菜就过一天，很俭省。但是朋友跟他借钱，他从不说不。我知道他内心的挣扎很痛苦，但是还是把钱借给那些朋友，明明知道借去是不还的，他忍痛克制自己把钱借给他，借完了以后他就叹叹气，我说不要叹气，你借给他就送给他算了。从他这里是非常要求自己很严格，很对人那种宽厚。第三点就是他对人的处事来讲，他在海军义工大队，因为他年轻，他说有点恨世嫉俗，看不惯人他就不理你了，那时候年轻的很傲，脾气很说不出的，这就是年轻人那种傲脾气，结果全队的人跟他拒绝往来户都不理他，他说我在这个团体我怎么样活下去，把他叠好看着名字放在那个人的床上，他叠女士就叫他名字，孟元一惊，他就说某某人先淡淡的笑，他的是漂亮，长得他也美，他就是死心眼，就是爱了一个。所以我在心脏开刀之前，在这还没有醒，我从早上八点钟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祈祷，我希望他清醒了。到晚上八点钟，他说郎叔叔，他清醒。我说好，我就要求光启社的社长严仁济师，我说明天找人开车送你到振兴，一定要用给他扶手护佑，我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平安地升到天国去。做临终圣事，赦免他在人世间2年前的4月10号在三军总医院逝世，他走得很平静，也很有尊严。当时有好多好友，像王瑞、关毅，都为他送行。他这个一生当中的，是我们的典范。他是有爱心的人，他是一个标准的基督徒，他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大家能有这么多人，在2年以后的今天来纪念他，那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我们纪念，值得我们笑的。我记得我认识孟元是在一次拍戏的工作，那时候是一个军中的片子，他演一个辅导长，我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穿着白色的军长礼服在健身，我就觉得，哎，我说怎么好，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男生啊，我说这是你生当中的白马王子，鼻子高高的，西装这个军装挺挺的，啊，那个真是有那种这个绅士的那种海军的味道，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年以后，我们相继的，他退休了，然后就到中视来，我们一起工作。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刚刚所说的，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很少跟别人争执，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去八卦别人，啊，去说别人的是是非非，批评别人。他只要求自己，他从来没有说张家长李家短，哪个不对哪个对，从来没有。但是呢，他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能教的人我跟你教，不能教的人我远离。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我们就说他有君子之风。另外一点呢，他很乐意去帮助别人。比方说很多同事啊，家里遭了小偷了，有了困难了，他会主动的去，哎，给你10000块。他平常的时候他很节俭，就说他吃上也很简单，最喜欢吃个鱼，啊，买一块鳕鱼，蒸一蒸，搁点大蒜，弄两个馒头就过一天。所以我觉得他真是对自己很刻薄，但是他给别人钱的时候从来没有吝啬。我觉得他也没有浪费。你像我们有很多朋友啊，去放松一下自己吧，到 pub 去喝个酒吧，到他没置可否，等一会儿的时候我要去上个厕所，然后我们就等他把牌码好了，他怎么不回，怎么不来了，哎，他说你们要打那么大，你们打好了，我不打，我回家了，这10块5块，他会很计较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钱呢输赢数不字来讲，他很计较这个，但是他给别人的时候5万10万去借给别人的时候，这有借有还倒很容易了，有时有借无还的时候，他也把它借给别人。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样一个非常宽厚，就如同葛湘婷葛伯伯讲，他不会为自己着想，他就为别人着想。如果他为自己着想的话，他不会得这个病。他不像我，我会放松，我会洗个澡，我会去玩，我他不会。所以这个结论呢，就葛伯伯讲，他是为别人着想，不为自己着想的人。另外，而且他对后进也是非常的耐心。比如新的演员来了，他没有说他别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新的演员呢就觉得他觉得他很伟大，还有耐心。所有的这个年轻身上，我学到了怎么样去爱别人。还有一个年轻人，我想大家都熟悉的王中平。他拍一个 MTV， 他要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是多少年以后回到家乡去找他一个所爱的人，这么样一个他亲身的体验，说你不要等待，你要爱你就拿出来你就爱他，结果他们很快的结婚了。所以这个王中平也想，他说我也体会到什么叫爱，他相处一个 MTV 啊，结果后来接触了这么一个时间以后，他自己有身上的那种彻底的觉悟，我觉得这种收获是很大的。我们想想这个周连华牧师所讲，他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他很圆满，怎么好怎么好。那孟元就是介绍性的典范。关毅女士，真的，有一次去要到他们家按铃，他说你不要来，我们家很多人。结果进去以后，他们家一个人都没有，就他一个人。他就说他们家坐了很多人。那时候我们是真的在医学方面不懂，我们也不晓得这是怎么。
甚至一次很厉害的就是他看他在他楼上，他们住的松山那边看楼上，他说有几个人呐、啊，好像是流氓啊，把他车子啊又在他车子里面捣乱，又打他的车子什么，他就让那个许先生说你赶快打电话到警察局，你到警察局叫派出所来给他们轰走。结果人家警察来了，一看没这回事儿，跟他讲孟先生，你的车好好的，没有这么回事儿。他甚至呀，有的时候也会，那个时候他没住院时，他有一次他指着我，他这就在以前他开始要生病的时候，这种坏死把他送回去说你睡会儿觉啊，我们都回去，因为我们李文在警察广播电台，就所有的计程车司机都播。那天大概我们等到差不多夜里十二点的时候，忽然间有消息了。一个计程车司机讲说有一个人呐、啊，很像你们说的那个人那个样子，他说他去要债，跟他要车钱，他说我没有钱，他根本没有穿衣服，只穿一条长裤子，他穿一个背心就走了，他说他要债也就算了，我们也没跟他要钱。我说真的感谢主，如果碰到这个计程车不好的话，把他揍一顿还不是也把你揍了吗？结果在哪里下车的呢？到中和的好像是智光商职那边，在那边下车的。后来我们的这个吴环跟这个许文全两人呢，坐着车就在那一带啊，坐计程车就在那一带转啊转啊，也找不到他人。结果我们这边还是在一人之家等，他们也回来了，说找不到，这怎么办呢？实在有几个，大概我记得我跟汤妈妈，后来是谁，就他们几个年轻的说你们先回家吧，到时候我们给你打电话好了，他弄热的弄奶，然后人就赶快告诉我们说来了，他现在到这儿了，赶快又他们吴欢他们又开车又赶快把他接回来。这就是一个失智老人的这种前面这几个就是他什么都忘记了。可是呢，我觉得因为孟元呢，说真的，他们前面讲他许多的好处，他也有许多的朋友啊，又有教会，有天主教，有我们一人之家，有这么多人帮着他，真的他算是蛮幸运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天主教那个老人失智基金会有这个，就是帮着这一般失智的老人，而他没有力量的来帮忙。这个工作真的是又神圣，真的是又长远。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失智的老人，我相信可能在你我真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样，也许会遭遇在我们周遭的朋友身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个工作真的是一个很长远的工作，并且是一个要有耐心，要有爱心，要有爱心的。我知道，因为我们也家里的我先生三年前就是中风，他是也是后来也是失智，也是这样。真的，你说我们去照顾一个不认识的失智，更要付出的爱心要多。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家人，我跟大家说实在话，有时候我都是真的，我真的是自己真的是人，他有的时候他跟你说不讲理的话呀，因为他不懂嘛，他会跟你吵啊，他会找着跟你吵，但是你要有耐心，但是这个耐心，连家人我都觉得有这样，所以我们这些个，这个，尤其我们这些义工帮着这个失智的老人，我真的更佩服。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长远的工作，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发挥出爱心来。我们能够大家有力量的帮有力量，我们有财力的帮财力，我们希望这个我们大家来互相的来努力的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如果我能够贡献一点点力量的，我也愿意。谢谢大家。好，谢谢他们三位。请不要，请先留步啊，在旁边前留步，因为这个为了让更多的社会人士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的意义，
所以下面有联合报的记者需要拍一张演艺人员的照片，他们来的比较晚，所以请各位演艺人员再到这个台上拍一张这个宣传的照片，好吧？请太广了，太广了，太宽了。到这边来，往这边来点，好吧？来，请你们往这边来点，好吧？没有尊严，没有品质的生活，而且也拖累了他的家人，实在是给他的家庭制造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我们这个聚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要唤起大众对失智老人的关怀，对他们家属的关怀，最后希望能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来帮助这些失智老人。下面我们就请更新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曾瑞兴医师来为我们专题演讲，认识失智症。得失智症的比例是多少呢？大概是2到4%左右。那中间2到4%当中，阿尔兹海默症的话就占到1到2%。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谈一下失智症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常谈失智症，其实就是等于老人痴呆，两个是一样的，只是两个名字的不一样而已。老人痴呆有时候不好听，好像痴呆，所以我们国内从某某刘顺他们提倡说，改成失智症比较好听一点。那下一张，我们失智症的定义化，其实是一种发生在中老年人的临床症候群。然后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就是记忆力比较不好，还有他智能会减退，还有他那些空间感。就我们辨识感会比较减退，还有行为跟着会有点缺失。我们怎么解释呢？就说常说记忆减退怎么样？常健忘。然后空间感减退的话，就说比较中期的时候、严重的时候，可能走出去以后不会回来，就对空间的感觉很差。还有结构能力也不好，它有些东西，然后画个圆圈，你要画很圆，它可能画的比较半圆，还是画的结构没办法把它配合起来。到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失智的症状的表现。我们是30%的统计认为是血管性痴呆。什么叫血管痴呆？就是说经过多次脑中风，有人一次中风 OK， 他那个智力减掉一点点，再来第二次第三次，好多智力跟着脉搏减退了，所以造成说他那个思考跟记忆能力也跟着减退。这种病人在国内大概占了20%到30%左右。这两种那个失智症的话，治疗上的话就有一些特殊治疗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叫可疑性的失智症，就比方说有些失智是可以治疗的，可能还可以从智力不好以后可以改善回来的。又有哪一些？比如说脑袋长个脑瘤，还说脑袋有水脑症，
还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维他B12缺乏，还有些人得了梅毒以后产生神经性的梅毒。这种的病人哦，经过正确的一个诊断以后找出来，我们会经过治疗，可以智力会跟着会慢慢改变就改善。所以等一下我们说给大家看，我们给大家看哪一些是可以治疗的。我们常还碰到一些假性痴呆，我们的最后一项1-5%的病人有假人有假性痴呆，可是他不是真的痴呆。我们常会病人有些年轻人跑到门诊来，我说哎，最近记忆很差，常常去坐车不能大大溜在这个车上都忘记了，然后他什么事情都忘记。最后发现有时候一些人哦，他工作很繁忙，还有说反正最近配偶过世了，或者心理上很不舒服，他想要忧郁症的时候的话，他的表现很类似痴呆症。其实这种病人只要经过治疗以后是可以治好的，而且整个症状会改善回来。所以最重要前面是要找出他的智力减退是什么原因。他整过来讲说失智大概是2-10%左右，所以他85岁的人的话罹患率更高。如果85岁的病人的话大概20%哦。有人做个很简单一个数据来算，他说60岁的话大概有大概1%的病人得那个痴呆症，然后65岁大概是2%，哦，到70岁大概4%，75岁大概8%，到80岁大概有16-20%，这样来增加。所以年纪越大的话，它得病率会是越高的。所以呢，年纪跟着年龄增长以后，当然我们智力就会比较减退下降。所以说，在过去在欧美国家，在台湾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失智症确实会造成整个社会跟家庭还有整个。负担很重，还有社会负担成本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外的话，人家很早已经重视这个问题。在台湾，先大家也开始开始包括这个治疗基金会，真正在推动这个事情，让大家重视。在过去，在以前的时代里面，我们老人都会跟全家大家庭住在一起，比较会发觉。现在慢慢开始，很多年轻的孩子都会出去外面居住，剩下家里面那些老人，所以造成很多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了。过去我们大概在以前10年代当中，老人他智力比较减退，啊，讲话比较不好，出去不会回来是正常的。正常老人家这样，其实不对的。过去认为说这种不是病，但现在发现就有很多老人80岁，他智力好得很呢，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为什么有些人65岁就不行呢？所以有些人哦，他的体质上脑袋就会退化。所以是否没药可以治也不是。其实有些病他在早期赶快找出来以后。不单纯可以治疗，有些可以控制，有些我们等下提到一些预防的药物下降。所以在阿尔茨海默症哈、哦，本身来讲，它会造成那个脑部那个脑本身阿尔茨海默是一种退化性的疾病，它脑袋的细胞慢慢在退化，退化造成智力有减退。早期的时候，它思考跟记忆力会比较不好，到后期的时候，不单纯思考不好，它会出现一些幻觉，还是幻听，或者是想起来。这种其实很难。你看，画个图，画个小小的房子，他们都快倾倒了，因为他没办法结构能力，就表示说你的脑袋里面，它的里面开始结构能力比较不好了。所以这种是最简单的筛检办法，即在下。但若你进行的有信息，他有得过阿尔茨海默症的话，你得比例是一般没有的人不好。所以焦虑跟低的人的话，他会容易早期就出现那个认知能力减退。你看，就是脑袋里面看到很多黑色的洞洞，这个是血管型痴呆，脑袋有很多大量药，也都造成脑袋的功能都减退了，药一样就是这种，所以要经过合格医生自己会帮你去筛选才是用的。先生来讲基金会的服务项目。吴大哥，在座的我们充满了爱心的基督教第二季家的兄弟姐妹，还有今天有很多贵宾啊，很多长者在场，还有在座曾主任，还有我们的患有失智症患者的总主教、总主教来大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基金会的成立？主要就是因为，天心医院在10年来，我们对老人的照顾工作，做了碰到很多困难。那么那个困难大部分是来自失智症的照顾的问题。我们发觉到，
一个家里一个家人有失智症了，他们从怎么样去诊断，怎么样去治疗，怎么样去安置啊，怎么去安养，在目前台湾来讲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也没有一个单位出来说做好这个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跟新医院跟我们这个天主教会的圣母圣心传教修女会，就是在座的后面几位从比利时来的修女们，那他跟新医院都共同的发起了这样一个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哈、成立的目的主要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基金会来呼吁大家重视这个失智症患者跟他们家属所面临的那么多的困难。那基金会今年的目标，也就是马上就是成立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设立一个收容专门收容失智老人的一个安养中心，一个养护中心。那这地点就是在台北市万华的东园街。那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在中和，我们成立一个专门白天照顾失智老人的一个意见照顾中心。那这两个计划是在今年我们希望就会完成。那除了在台北以外，那我们也准备在全省各地也会建立设计这些专门收容失智老人的一些机构。在中间我们也希望透过基金会还有跟其他这些专家学者怎么样一起来推动教育训练这个失智老人的问题。在照顾失智老人方面，我们你知道就在更新文院隔壁就是叫做康泰医疗教育基金会，那在两年前开始也就针对失智老人成立一个专门是为失智老人这个家属的医疗的照顾还有一个教育推广。那未来我们这个基金会也会跟相关这样一个机构还有一些专家一起来共同为我们失智老人来提供各方面的服务。或在这边也是特别呼吁，是因为这个充满了爱心这样一个工作，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动。那我们基金会是爱心，我们尽量可以怎么找很多有爱心的人做。不过另外在经费方面，我们目前也希望说大家在经费方面怎么样来帮忙，因为我们现在要盖这个失智老人这个养护中心了，初步也需要到超过1亿的经费，但是目前我们离开这个数字还是有蛮远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有心人士能够在这方面来帮忙我们，大家一起怎么为那么一个有意义有需要这样一个爱心工作来努力。在这边非常谢谢大家，也是祝福大家平安，谢谢。谢谢邓师兄。一连串听下来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心里面负担很重，那么我们现在唱一首可以让我们这个释怀的诗歌，叫《野地的花》。
不能坐在院子里很凉快呀、啊。我们去上课上班，我爸爸妈妈上班回来之后还发现他坐在那边，可是那时候太阳已经照得他非常的脸都晒伤了，奇怪他怎么还不移开。我们就问他说，爷爷已经到了中午了，你怎么还不移开？他说啊，已经到中午了吗？我不晓得，我刚刚才坐在这里啊。那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哈，有一些记性不太好。那后来慢慢的就发现他喜欢常常出去散步，跟朋友聊天，就出去，哎，有一天就找不到他了。因为我爸爸他有习惯中午都会回家看看他，看看我爷爷吃饭啊怎么样，然后他再回去教书。那后来发现，哎，怎么不见了？就到隔壁啊去找啊，也没有看到他。后来我爸爸就很着急，下午也没有办法去上课，一直到了三四点的时候，人家才把他送回家，还说我爷爷走到好远好远，我们住纬十一路嘛，他已经走到纬一路那边去了，已经隔了十一条街了，才找回他。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不对了，那这样子我爸爸他们上班啊，我妈妈常常有公务在身上，就没有办法，很像瘫痪了一样。那我们只好把他送到安养中心去，很多的心力在那里照顾那些老人。印象让我最深刻，看到他这样子，他已经记得我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我想到我爸爸妈妈常常家属都有这种心情，很担心他，因为他们我也。是在座的好多老演员都是我很多的偶像，我的年龄也是跟你差不多。我的经历可能比他们年轻人来的，因为我的老伴在半年前实验到隆重，两个人到医院去买药，摔了一跤。我先生在十八年前因为中风，他是一个农民，退下来的第三年就是中风了。中风我照顾十八年来都是没有什么差样，他还是能自己行动，照样早晚上午我陪着走。可是在去年十月23号，我们两个同时到隆重拿药。他走在我的前面，我走在后面，因为我一个一师傅，我一边走边看报纸。他可能是好奇心吧，拐杖骨折，爬的就是我们龙总的九七桥上面一个时间爱心，他是爱心爱到最高点，爬上去要看看那仔细那几个字，花一跤就等着打到这破脑。那前面有几个人说有一个边边摔倒了，我是刚好相距不到10公尺那样子，跑上去已经刚好中午的时候，所吃的东西都吐下来了。本来我们是2点钟下午的门诊，不是1点半就我们急得上门诊楼上去嘛，稍稍摆一下，我们上铺好了，谁知道就发生这个事情。在当时摔倒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呢，用自己急救的时候，第二天就要我转到桃园的荣家去。我说医生，我先生到现在还没有苏醒过来，还有幻想，一直他会清醒过来，就是我要苏醒，我要去上铺，拐杖给我拿来。可是那时他已经这个脚，嘴巴可以讲，可这个脚已经迈动不了了。那没办法，刚好我碰到荣总一个神经外科黄明超大夫也很好，赶快帮我找到病房，住在医院里头。自己在检查出来，他第一个步骤知道是感染脑膜炎，就先脑膜炎的病状再治疗。治疗过后10天之后，变成转到病房，经过半个月开始昏迷。昏迷的时候，医生也给我们讲了，他前额的脑压已经把摔到后脑，后脑的脑袋已经扩散到前面了。他脑压要升高，要即刻的要开刀，一开刀变成植物人了。你们将是如何？我说，要是开刀成了植物人，我就不必了，我让他很安详的走。
他也做工18年了，后来一直也是很尽力，谁知道不过多久，待半个月，他开始过敏，脑积水，脑积水之后，医生也讲了，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这个脑积水还没算什么，一开刀他会清醒过来。谁知道我先生呢？经过一个小手术的脑积水开刀，第一天、第二天这样子，我盼了2个多月，始终没有醒过来。到年前的时候，半个月之前，他突然醒过来了。我女儿也讲：“妈妈，你要面对现实，爸爸不是你所想象的。18年前，你这样照顾他还能站起来，他现在只要他脑力可以跟讲话就可以了，其他都没办法。我没办法割舍我的老伴。经过我女儿托过几次机会来劝我，说你妈妈你要面对现实，你女儿跟我讲了好多好多，你对你老伴的这颗心，我说是，我实在没办法面对现实，我这老爷子现在这样子，我还有信心让他能站起来，可是我现在才发现。我没办法，我现在唯一就是跟我女儿要一心一意的来照顾她，因为我是一个见证，正在改变的时候，我先是发生这个事情，我先是一醒过来，第一计划就说我们回家吧，回到茂山，我的建村是茂山二村，长虹先生有到我们建村去拍过那广告，我是茂山护理工作队队长，我因为我去，我也看过长虹那样的，在座好多老演员、梁艳玲，我也经常听你的广播剧，我是中检察电台的忠实听众，从李文子直接我到现在，我都听到这么，我是很多愁善感，刚才郑医生在讲，我可能也差不多有那种现象，因为我女儿也在讲嘛。你这一刻你再不跨这一步出去啊，我看你比爸爸还先走，求求你，我现在一个人要照顾爸爸，要照顾你，实在很苦，拜托你，你有什么事想开一点，因为我本身有4个子女，还加上我抚养3个孤儿，总共7个孩子，孩子都是在支持我，妈，爸爸已经70多岁了，总有一天他还有命跟我们回去住到新的房子呢，那是他的命，要没有你要坚强，你已经陪伴爸爸中风来18年，你一心一意都是这样扶持他，今天他摔这一跤把你整个心都摔碎了，可是还有我们，你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不管在医院住的护士、护士护理站，所有的人都非常赞同我一家人对我的老伴一心一意，都是我们亲手没假手给别人，都是我们在照顾，现在呢医生我是短，目前我住在台北县，我县市有一点差别，市里头的福利跟县里头的福利不同，为了我先生重残要申请这些仪器的住用器呢，我呈报3次，给我打回3次，我心里很寒，为什么呢？一个特殊轮椅，要好一下一下要写得很分明很清楚，才能收报的。我感觉很难过。今天有更新这个基金会呢，有这个机会给我在这里发表这些，我希望大家重视我们慢慢已经迈入老人的社会了，大家。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我这个很不好意思，很激动，因为是我老伴，也已经上半年了，我们也一天不掉的你，我的作业已经快不下了，谢谢大家。谢谢金英娇女士，下面是蔡明娇女士。我公公今年95岁，那我结婚的时候，我公公已经73岁，20几年了。那从30年到现，30年前到现在，我总共遇到4位亲人，
四位亲人，包括我的朋友那个亲人得了这种病。第一个在二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社会上还对这个病还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是我爷爷，是我祖父的爷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很清楚他怎么了，我们一直以为他年纪大了，就像他讲年纪大了他赚不了多少钱，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我今天去赚好多钱哦，有金主人要1000万送我，我要跟人家什么签约。那有时候他出去以后不见了，好几次都是警察局打电话来，某某是不是你们的家里的人，那我爸爸我妈就赶快跑到警察局去把他接回来。到后来我们就是把他很担心的，他又跑出去丢了，我妈妈就把他放在后面的小屋子里，我们站在前面，我们在前面。可是一转眼我公公不见，我爷爷不见了。就到后来我们才发现他真的把窗户那个一个房间里面窗户，我不知道他拿什么，他把它剪断了，他从那窗户跑出去了。过了没半个钟头，警察局又打电话来，某某某在这是不是你们家里的人。那个时候没有，社会上还没有现在这么好，有一些这么好的一个讲的这是什么痴呆症痴呆症，没有，我们那时候不清楚。再来的话就是我的伯父，我的堂伯父也是一样，他是中风了以后，有一次在家里中风摔倒以后，当他醒来的时候，我们堂哥他们才发现他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一袋一大袋的那个袋100块钱，剩下就是100块钱。我在想说，哎呀，这样子，我们一直劝他，我知道说大概我的公公有一点问题，可是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我公公身体都很好啊。我88年的时候，我才还带他，那时候他83岁，我们还带他去大陆，身体都很健朗的。而且我先生为了他，他是老幺的，因为他13个孩子里面全部都也都走了，全部都走了，就只有剩下我先生一个。所以从结婚到现在，我的先生第一个真的是父母是第一，孩子可能排第二，我是排第三。对他真的是很照顾我，我真的没看过一个先生这样子啊。对妈妈是这样子的，对爸爸也是这样子。我最感动的时候是我结婚的第二年，我民国65年结婚，66年的时候，我们的修女帮我报名参加夫妻恳谈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在我们修女面前，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当着修女的面前，他希望我，他说我希望我的老婆1/3的时间，我们两个共同的时间1/3的时间奉献给我父母，我会把我2/3的时间奉献给你。我现在真的很感动，真的那是蛮孝顺的。然后在这一段我跟他共同的这样20几年时间，我先生他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我把他一回到家一踏进门，我婆婆在的时候说安娘我回来了，他是叫安娘，这样话我不太会讲哈。他每次都是摸摸他妈妈的头，我回来了哈。那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是学着我先生讲哎呀我回来了，我们就这样子一进来，然后他的身体都蛮健壮，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我们都不能够去了解说哎呀怎么会变成有这种情况。那我们邻居都很好，就把他讲哎呀你的家在这边，他们就把他接回来。那有几次我真的也蛮担心的，有一次我们发现他真的是煮饭的时候用瓦斯煮饭，煮了有锅子烧焦了他也不知道。那白天我们在上班真的是很紧张，我们刚好对面是瓦斯店的，他看到我们家那个烟很多，然后马上就起来帮我们弄。我先生这样子真的不行了，真的是很难过。但后来他想说他真的是问题，我也跟我先生劝我这样说，哎呀真的是我们需要去看医生。但是我先生他还是没办法接受，他觉得说在整个台湾的、啊、这方面能够慢慢多做一点，真是能够解决到那些家属们的他们的需要，还有这些长者对照顾的一个需要。在5月份，我们郑日新郑主任啊，也就开始第一个在台湾建立一个专门是针对失智老人的一个特别门诊。那这个特别门诊是不是只有医生？还有护士，还有。不要来那么杂。我想，痴呆症是这样的，那你现在是中风，我不是常吃阿司匹林类吗？100单位每天吃一颗。当然，认为说真的是有这种病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每天吃一颗药。
或者说有像这种的那个钙镁，另外一种药取代品也是抗血球的药品，可以减少血管继续堵塞。OK， 慢一点，发生第一点嘛，我相信像我们的这个基督教这个一人之家，能够这样常常在一起彼此帮忙，这个就不容易会得到失态症。Thank you.